结婚前送婚姻介绍 MLB，我今年38岁，我的身高155公分，我的体重55公斤，我结婚了，我有一个小孩，5岁，我的老公是丈夫。我有4个兄弟姐妹，一个男的，3个女的。我排行第三个。我中印尼是加瓦来的。我是初中毕业。我新疆回家，我曾经在台湾工作2年，跟在香港2年半，做家事，跟照顾小孩，我会煮饭，照顾老人，照顾病人，照顾小孩，跟做家事，我愿为您父母知道，请慢先上海台，先上台轻多做支脚，我会忍耐，跟好好工作。接受完毕，谢谢你，拜拜。